山人的山过，今生福报多。常见恶人招恶果，今生恶报多。常见山人招恶果，前世罪业多。常见恶人得善果，前世积得多。听有缘的，看我不知道是谁。嗯，什么狐还是蛇？哎呦，看看自己感受一下。我觉得可能最后一个是蛇。高飞，是不是合体的？听听，好像是。不知道。猫、九尾狐、蛇的合体。蛇头吧。九尾狐的尾巴，猫的身体，你的级别都这么高，都成合体魔了，为什么找到他呀？报仇，报仇，他怎么伤害你们的？剁了，剁了，前世的，嗯，就恨他，前世把我们杀了，嗯。他要不是这次主办方，然后还来了这么多场法会，我们都过不来。嗯。嗯。太残忍了，前几十把我们给杀了，后来听别人表法，我们就一直在那儿哭。就想上，有一次就没上完，他就老不确认。之前有一次是猫，然后有一次是九尾狐，他都不确认，所以我们就上不来。嗯，然后呢？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合体的。然后就这次还是不确认，但是就老哭，他就觉得可能是上来了，就让我们上来了。我现在是手麻，两只手都麻。两只手都麻，动不了。嗯，对，影响了他妇科，然后腿，嗯、左腿，嗯、老凉飕飕的疼。嗯，现在两只手动不了。嗯。你们找了跟了他多久了？特别久，现在两条腿也麻的，膝盖以下、大腿都是麻的，都是那种震、颤，动会不了。那他几世了？你们这个好多世，至少三世以上。如果这次来法会，还会影响他几世？五世。现在手和脚都跟电击似的，麻疼。你们去拿着他这个肉身感受一下你们的痛苦，是不是？对。嗯。实际上，你们在他身体上报仇。你们要忍受的痛苦的，他这种目前感受的，就是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疼痛。嗯。现在让他头也疼不了，动也动不了。嗯。凉飕飕的，麻飕飕的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动不了。嗯，看到了吧？攒着。然后也想立一下功夫，对，让在场的师兄们都深信因果。
对，跟他们说，有能力请法宝的赶紧请，多吃素，多放生，多密法放生，别懈怠。我们也障碍他修行。会影响他修行。对，就让他不精进，让他偷懒，让他有时候想修行，但是想想就不修行了。但是觉得还是修行对我们有益处。现在腿不那么麻了，手也不那么麻了，好点了。对啊，因为你们做法布施了呀。对，就是跟大家说，法宝有很大的益处，别纠结了，有钱就赶紧请，别老想留着钱玩或者留着钱干嘛。现在有点钱了，被基金解出来了，有点钱了要赶紧请，别老那个纠结。是不是也得自己修呀？对，都得自己修。自己从内心里面愿意改变自己，愿意去修正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的错误，对不对？他这次来法会，倒是想还得请这法宝，所以我们这决定原谅他。好，不障碍他。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？跟大家说，都好好修行，然后。自己修好了，家人才能看到，才会信。自己修不好，家人都不信。是不是就是说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改自己啊？修行的人，既然修行了，就改自己，修心，定心。不要老发火。发火火烧功德林。那之前那些功德就没了。火烧功德林，一发火，之前修的都白修了。对。家人也赶紧信，都是有好处的，这一生就能脱离轮回。那就是还是说有一点，家人之所以不信或者说不支持我们，还是我们做的不够好。对，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改自己的毛病，修正自己，对不对？就改了自己的磁场变了，周围磁场也就变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自己别说人家，就是你忍的，才能让人家信服，才能人家跟随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非常棒。那还有要说的吗？你老来了，要说的就带走家人，带走家人。你老来了，非常好。那就先在旁边等一下吧。好。多损多福报。